小潘，你能够介绍一下你爸爸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吗？我爸爸就是个他先是原来给是到诊到别处诊下来去还不想，反正是到安民医院检查个，反正都还没有没效果，到大年去效果还是可以，反正都恢复了，也快得很，也都可以，随便都掐都随便都可以。他来的时候有些什么症状呢？来的时候反正应该就是个，反正一开始没动的，一直是个抬起去没有，就是这条啊，手脚都不能动啊，一开始不动，好像有实的样的，就是的，哦，啊，就是有。现在呢，手脚可以动了吧？啊，现在手脚上的呀，个子慢慢学个子呀，就活动了。活动一下。反正手都可以拿东西了，都可以了。啊，手可以拿东西了。啊，东西放到这个边上都可以了。把垃圾，都装几个箱子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你拿个东西了。你可以拿个东西了。拿个东西。呀，拿这个药。你放到这儿。能够端得起这个东西了吧？哎，这可以的，你放到这儿，每一个都可以了。我放到这里，看你拿得起吧。你放到这个桌子，看哪个来拿了。给搓起来，拿满地来去，反正拿里去了。啊，反正呢，尿壶都放到这一边都可以拿，都可以，这里可以，反正。原来，啊，我从三月啊也变木头了，现在去过了中医院、红树医院，治疗效果蛮好。好，要得。希望你越来越好啊，能够早日康复啊，能够走路。